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乐乐。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新的课程，家庭初级版翘臀养成。这个课程呢是针对我们的臀部训练，它会有效地锻炼到臀大肌、股四头肌、竖脊肌等臀部肌肉，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臀线，让臀部看起来更加立体，让我们腿部线条也看起来更纤细。我们的课程分为四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热身，第二个部分是站姿训练。第三个部分是垫上训练，然后最后是我们的拉伸环节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热身动作是站姿左侧侧抬腿十次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接下来换右侧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接下来是左侧后抬腿10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接下来换右侧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接下来是我们的臀部站姿训练，第一个动作是宽距深蹲10次，1.5倍肩宽站立，脚尖朝外，臀部向后推并下蹲至大腿与地面平行，臀部和大腿内侧收缩发力站起，下蹲时吸气，站起时呼气，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下一个动作是左侧箭步蹲，一共10次，开始。一、保持上半身挺直，重心位于两脚中间，三、下蹲至双膝呈90度，四、收紧腹部核心，肩膀后缩下沉，蹲下时吸气，起身时呼气，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我们接下来换右边进行训练，一样的也是10次，开始。一、全程收紧你的核心，上背部挺直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稍�稍休息20秒的时间。我们下一个部分是臀部垫上训练。第一个动作是左侧跪姿，向左向后抬腿，一共10次，开始。一、感受臀部外侧和后侧发力。二、下放时吸气，外展时呼气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接下来换右侧的练习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
八、九、十。下一个动作是动态臀桥十次，开始。一，用臀部发力，将臀部抬离地面至大腿与身体成一条直线。三，抬起时呼气，下落时吸气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下一个动作是左侧侧卧后踢腿十次，开始。一，左侧大腿垂直身体，屈膝九十度，左腿向斜后上方伸展至伸直。四，收腿时吸气，踢腿时呼气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。我们接下来换右侧练习十次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我们的跟练部分结束，现在是臀部的拉伸，每个动作三十秒。第一个动作是仰卧左侧臀部拉伸。接下来换右侧练习，右侧臀部拉伸。缓缓站立，我们来进行下一个髂腰肌拉伸，三十秒。最后一个拉伸动作，我们来换右边进行髂腰肌拉伸。结束了，我建议这个课程呢，一周可以练两到三次，可以安排在你的臀腿训练日来进行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课程的话，请给我点赞，然后留言。好，那我们下一支视频见，拜。